本节目由德芙巧克力冠名播出，带上丝滑的德芙，传递愉悦的力量。欢迎回家，哎呦，小心啊！哇，不错哎，不错，是不是？你快进来看。回来了，快来放放。哎呀，真好哎，在这个异国他乡，还有一盏灯为我亮着，还有人在等我回家，等着等着等着。Hello， 刚刚洗完澡，刚回来。拜拜，哎呦 ，Long time no see， Long time no see 呀。姐，你回来了。啊，回来了，这是啥？我上厕所呢，等会儿一定放你啊。哎，行，没事，你慢慢来。哇，这么大的餐厅啊。对，这里有个小阳台。哎，这太棒了，因为船比较短，他们俩都有点小。哎呀，是，我觉得咱俩真的，我很喜欢这儿，就是咱俩这样还能有自己空间，我们俩聊什么很方便，就搁这儿了。咱先把那个钱先给它摘出来，现在还剩下多少呀？这个就是35日的票，一枚花六个人那个城墙的票，27是缆车上下，27，29是吃饭，吃饭还导游是50，29你是40，77是买的矿泉水，这中间累了怎么办？然后买水，去那个超市买水，这是30。能不能提一点？咱们能就是该花花该玩玩，或者紧了的时候再说紧了的时候。这备用金，钱，然后这是车，对，就差房子。对，我刚搜索的这个房间，它是2272，这挺好的。哎呦呦呦，这行，哎，这就它了。4750，4750，4750。我们之前的算法是14000元减4800已经花出去的钱，然后如果咱这么紧张的话，备用金就算2000，你说那个酒店你就算1500吧，租车我给你算2000，你还剩3700块钱。哎呀，富裕了，你去吃大餐。那现在够了，我先放心了。这车给你讲一下，啊，我好开心，我这一天好紧张啊。我觉得可能就是兰姐当时一个人去理这些，就会有点那个啥，有点焦虑。我自己在那边也特焦虑，我心想完了，这咋办呀？嘴都起泡了。太不要紧张了，咱就是玩儿。你可千万不要。是，我之前超紧张，就这事只有设身处地，你真的当了，每个人一点点的反应，你都会觉得很敏感，无限放大了就。但也还行，对吧？第一天还行。此刻的我是非常的开心。我的 team， 我的姐妹回来了，我们俩终于可以商量了，然后就可以马上决定一些事情了。可能因为我们做足了一些预算，以后呢，这个钱就不会像我们之前想的那么的紧张了，所以打算之后让大家好好的吃一吃。看皮皮也 OK 了，然后这个必修课咱得去，4点钟7点钟，然后回来如果饿了，家里还能煮点吃的。姐，我也去洗个澡。好呀，我甚至连餐厅都写好了。你俩开会有事叫我啊。好嘞。看你写的，我们想法差不多，自己做饭。自己做饭。但只是我们可以看看天气，要不要去外面？反正我们有车，开着拉出去，啪啪啪一扑，看看星星，海边吹着海风，我们可以办个海边小 party。天哪，我怎么这么多东西？再说吧，安姐，睡觉了，睡觉了，你怎么今天结束了？各位老师，
当当当当，明天通告来喽！8点睁开美丽的双眼，开始妆发并完成早餐的一个大动作。8:30出发前往皮划艇，冲刺看美丽的古城墙，预计游玩时间2.5小时。中午回民宿补个觉，换上之前准备的传统服饰。4点是游船必修课，化妆舞会闪亮登场。晚餐在游艇上品尝本地特色菜品，晚上大家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以往观览小提示，上午户外项目注意防晒哟。穿搭美美的同时要记得考虑水上项目的特殊性哟。8:30出发。这大煎的奇形怪状的，咱们吃吧。没事儿，吃到肚子里就是一样的。这锅不行，这锅不太脆了，赖锅呗，是不是啊？不赖他赖谁？那还能赖你呀、啊？赖你我也赖不着，我能赖着我就赖你。赖我也行，但凡沾点边，沾点边你，我也不带说锅的。我站这儿影响你不？我站这儿，你看着心里别气我。但凡你沾点边，我也不能去说锅的。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吗？嗯，那你接着烤。烤啥呀？来，给我扔锅里头就行。扔哪锅？你给我扔错了，往哪儿扔？你不着急，你奔出来了，干啥？你这锅能闹？我现在我不知道该放在哪里。等着我告诉你，你先过来。我就把过去看你不行，我切点水果吧。行，你先收吧，我当新手。嗯，感觉咱仨要卖早点了，赶紧赶紧的呀。另外一档节目，中餐厅。哎呀，你咋给人蒜给扔了？哎呀，对不起，我给你。哎呦，我还专门告诉你，给我扔了切蒜片。哎呀，你可你可真奇怪。哎呀，我可真是对不起你。你快点给我吧。嗯。哎，我的菜呢？啥菜呀？放这儿。哼，你看你，别慌别慌。哎，他们是没起来吗？现在几点呀？快到点，我去叫他们一下。8:26了，真假的，快点快点得走了，你可不嘛，我喊一声，我来喊一声。孩子们吃饭啦，快快快，同学们，哎呦我这声音，哎呦我这嗓子，8:30了，来了。
直接吃。哎，好，一会儿下来全凉了。他们男生起了吗？有点声音。啊，没听见。来，快点，快点，来不及了。快来，快来。我去叫他俩去。不知道我是最后一个。没有。吴先勋。迷瞪的吗？啥玩意儿？啥玩意儿？没上闹钟吗？这怎么办呀？打车呗，打车钱从他俩的生活费里扣，从他的零花钱里扣，咱蹭个车。快点，快点，快！来不及了，快点喝喝咖啡，咖啡来，赶紧吃一口。真不好意思，今天睡过了。没事没事。我都不知道咋回事，闹钟完全没响。快点快点吃一口。你也没事，我没事，还行。阿姨，哎，这个地址是没错的吧？他这个定位，可以的话就订这个商务车七人座。我已经打好了。OK OK。Everybody, here we go。走了走了。手机拿好，快走快走。这个车呀、啊？对，上车。Hello, morning。拖鞋没？对呀、啊，这不洗澡的拖鞋。对呀、啊，这不是去海边吗？我就直接把拖鞋穿出来。洗澡的拖鞋，那都接地气啊。Hi, welcome. Please have a seat. Okay. Sit here, sit there, sit here. Once again, 你好聪明。哦，算了，这样吧。Andro. Be your guide.他名字安德鲁，是我们的导游。每一艘船会有一个这个东西配套，然后我们可以把手机、相机都放在这里。这个是一个更大的包，可以把你们的包啊、鞋啊放在里面。OK. I need you to pair up. Okay, pair up. Find your partner. 我们要自己组队，找到自己的队友。OK. 谁带我一个？我不会游泳。我也不会。我不会游。我不太会，但是也还行吧，应该不至于翻船吧？这个、翻船咱有救生衣啊，对，怕啥？行，那没问题。行，那咱俩可以，咱俩。那咱俩，妹妹。好。我跟陆姐。你会救我哈？我会啊。哎，我们要不要带点水啊？玩着玩着渴了，喝点海水。喝点海水可还行。啊，我们还有一些鲁滨逊漂流记的香蕉，丢了。啊 ，OK。Everyone gets two. Oh, thank you. 为什么？就是因为要2到3个小时，时间很长，怕我们中间体力不支，就要喝吃这个。帆船咱俩会带头朝下吗？然后下边被绑住了，就是浮不起来。不管怎么样，如果船翻了，咱俩就把那个有钱的那个高高举起来，接力。哎呦妈呀！我穿这，我不得晒黢黑呀、啊！哎，你在洗里面。So communicate， 要交流。Work together， 一起同心协力。Stay a team。Stay a team。Team。Team。
姐妹同心，其利断金。Me too. Me too. Me too. Hi, this is for you. Thank you. Welcome. This is for you. Thank you. 鲁滨逊漂流记，带了两瓶水，两个香蕉上路了。旅游吧。行船不靠风，划船不用桨，全靠浪。划都不想划，风把我们吹到哪儿去？你还没听那个教授说吗？说 you don't have to be fast, you don't have to be strong, but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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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就完了。啊，就这里啊，好清澈的水啊！Then we're gonna go first. Very good. Thank you. Remember, long rows. Long rows. Left goes right, right goes left. You remember? Sure, sure. Just go a little bit over there and I'll join you soon. Okay. A little bit.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一会儿见 Take See care. You later. 哇小心 Yo.左右你滑过没现在想起来好像滑过而且还滑挺好的我一个人滑都行姐你可以完全放松左哇塞女子划船队左右左右左哎这还行左右不用使劲吧好了咱俩就轻松待一会儿了来会儿来会儿这是不是还能休闲的待着哎不错真好这不叫漂流吗好清澈的水啊好休闲早知道带一杯咖啡上来咱俩一起喊啊！一二三，悠闲！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完美！你呢？你怎么喊口号？嘿咻，嘿咻，嘿咻！猛男语。那猛是老猛了，那是肯定的。走了，妹妹。OK。我们可能要往那边去一点，不然他滑不出来了。一二三。二撞上了哦哎对就这样完美哎你们别走太远了咱们争取一块儿几个船一起出发呗等一下猛男他要自己划过来了王猛男 Powerful Jungler 老猛加油王猛男 And it's time Yes Ready Let's go 朋友们花语少年为什么没有人我给你们加个速我老快了超车先走一步加速了安宇华真快啊
突然风浪强了起来，风浪越大，鱼越贵。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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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And you're a natural talent. I have natural talent. Yes. I think so. Good. 哈哈哈哈 Perfect. 一二三，简直完美呀！一二三，左右左右，真好玩！哎呀，不错不错，这也不累呀、啊。水呀、啊，蓝蓝的，好美啊！你看墙，哇哟，好看吗？你看 ，so beautiful， 哇哦，哇，好美、啊，好漂亮，太美了。哎，这个时候没有 slogan 吗？花儿与少年。We're coming, Croatia！ 花儿与少年，看我甜不甜？啥玩意儿啊这是船哥呀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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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划左开心了，哎呀，哎呀，谁当导游谁换伞？又，又，又又又又又又 ，What's up？ 又又又，我也是又又。I mean the you is Chinese、left. mean it's yeah it's right side. Right side. Yes. You you say left. 左。左，右左。Yeah yeah yeah. 又，又。啊！呜。嘚瑟，屁股沾水了，估计是刚才一动。你们去哪儿啊？掉头！我们北京见。掉头，掉头！使劲儿！一二三，掉头，使劲儿！啊，咱得追他们，得挺费劲的，一会儿。二三，我们先回去，我们先走了，花儿与少年。哎，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别吵吵了，知道吗？掉头了，掉头！别吵吵了，我知道了。我们那不是要反了吗？不是掉头吗？跟他吵吵大伙的，本来就累，还吵什么？左，左边，左，来。他回来了吧？左。那大圈绕的，这怎么回事？这一天。你说情侣到这会不会吵架？这还滑一滑太累了。你怎么不滑呀？凭什么让我滑呀？是让我滑，你使劲儿啊！不是，我要你往左。咱俩没有默契了，咱俩分手吧。咱俩不行了。是不是？好想退出啊！为什么？已经累了。怎么办呢？这玩意还挺累的，划船是最累的一个项目。哎呀，这臂力真的有点累呀、啊。左，哎呀，这手明天抬不起来了哟。姐，休息吧。好，好累。再歇会儿。我要加速了。嘿，嘿，嘿。哎呀。嘿，
我们应该把自己绑在那个安宇那个船上面，搞个绳儿。对，他挺能折腾。一会儿咱俩想个办法，把咱们自己绑在这个导演这个船上 ，PD 他们这个船上。哎，咱俩绑教练船上。哎呀，太懒了，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抓着对方的绳儿。我还要往前走不了，他教练动不了一点了，已经。他很困惑，他说这船怎么不走了呢？他很困惑，他很困惑，你看表情很困惑。哎 ，Let's go， go，Let's go，Let's go，Let it go，Let it go。Sorry，Sorry。This is good. Just a kidding. Yes. Hey, you guys are funny. Let's go. Okay, let's continue. 是去这儿吗？对，我们要去沙滩了。哦，好。加速了，提速速度。It's a competition， 穷追猛打，走，高歌猛进，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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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一二三，哇，好漂亮！哇哦，哇哦，好大的山洞啊！哇，好美啊！哇，哦，哇哦，哇，这可以下水呢。Guys, great job! This is our destination, Bettina Beach, the cave of the beautiful place. Woo! We're gonna go one by one. Okay. Okay. I go first. Okay. You go second. Yeah. Yes. Let me go. Oh my god! Oh my god! Thank you. 妈呀，这太扎脚了。哎，不是。不是这个，那个，咱俩施主啊，咱俩像两个要饭。施主，长点吧。咱俩要不要到那儿去？啊，咱俩要不爬过去吧？好疼，他会感觉有一些尖的东西。对，感觉在割我们的脚。哎呀，那个沙子可以站这儿去。哎呀，好了，去水里玩会儿吗？玩呗。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出发了。去吧 ，boy。OK。我走不了一点了，太疼了。王安宇啊，你拖鞋不要的话可以给我。小胡。我去拿，我穿鞋了。哇哦！我想游泳。啊！冲下去！好厉害，跳得快了。Nice。美人鱼。哎呀，现在几点啊？11:24。咱往回滑吧，往回滑24滑回去还得一个小时，感觉12:30将近1点回去还得吃个饭。那咱们吃饭是怎么解决呀？中午咱们是在外边吃还是怎么样啊？也行，看路边找个小店，在外边吃个披萨之类的，好不好？就那种，咱就走回去了，那就走回去，好不好？哦，很轻松。对，我就想你一回来我就会轻松很多。心理压力没那么大了，起码有人一起分摊这件事儿。咱们俩好像是不能定的。对。倒栽葱。哇，好爽啊，不用。我想下去走两步。那去吧。啊！我不要下去了，不要下去！他俩呢？他俩怎么不过来？他俩在干嘛？啊，亮哥给我发微信，价格兜不住，怎么办？亮哥，我们的租车费用能不能就是720加上两包火锅底料行吗？加上三包怎么样？三包好。好
三包火锅，三包火锅底料，成交，成交。我连火锅底料都放好了，这咋整？亮哥，是啥情况？我还着急，我还说一会儿给你发微信，因为明天我们就要走了。那是现在没有车吗？或者你从别人那踹一辆也行啊，保证我们明天走就 OK。他们那车要调过来，所以那意思费用就高一点。那如果说是我们在这儿租一辆车呢？之前我让安宇在网上查，有一家也很便宜，但现在算下来他比那家便宜。哎，他回了，昨晚脑一热没有计算好另一辆的成本，是兜不住的。我在努力串，一辆车是没问题，另一辆车还要努力，咋整？亮哥，那什么时候能给到我消息啊？因为我挺着急的。不管那么多，咱先拍张照片吧。来都来了，这咋拍呀？这笑死我了！你娘说啥？先把所有事情抛在脑后，先来张认证照。咱还不走啊？呀，我都怕来不及了。走走，现在发现咱又有时间观念了。以前我们也不会考虑什么时候走，玩自己的。现在就想赶紧走走走，来不及了。OK， 咱们要走了。OK， 走，走吧。完了，又开始了这一轮。妈呀，好疼啊！贼疼！哎呀妈呀，好不要脸呐！好不要脸，好不要脸的石头！怎么扎我？好意思吗他？扎死我了！哎，走吧，咱们。啊！我才踩了一个来回，走吧。Let's go。咱俩已经回去了，咱俩自己就回去了。快走，来不及了。对，走走走，咱俩先回去。走啊，走。哎，是在哪边来着？前面绕过去，把这个绕过去。哦，在那儿，在那儿边，就这个墩子这块。对对对，不是吧？绕过去。哎呀，真的是那边吗？怎么感觉那么远？是那边。我们就奔着那个城堡那儿走吧。走走走，来不及了。他俩回去估计搞饭去了。Let's go。你要干嘛？你要干嘛？怎么了？我感觉好好啊，好开心啊，征服大海。来吧，我喜欢被征服。有点会偷懒啊。没偷懒啊，我这是保持安全距离，我必须得抓着。不，我只是喜欢闻柴油味儿而已。我过来闻一会儿。小时候就追着汽车跑的那种。周周，雷姐。哎，他们都在前面吗？你去找吧，我俩慢慢悠悠享受生活。我去看一下。他还挺快的自己。我们享受生活，我们要悠哉悠哉滑回去。哇，好舒服啊。就躺在这上面晒晒太阳，慢悠悠的跟着小快艇走，补补阳气。对。哎，给他打个招呼。王宇，啊，来嘛，我来找你们的。你们两艘船跑得太快了，你拉着我的船，然后让他们开着走就完了。OK， 小心小心啊，小心。OK。不累，没什么感觉。
不累累累。你说不累，我就给你放开了。累累累。哎。哦。No。Let's go。Hi。We are coming。I'll help you out。Okay。Yes。You're very good。You have to get the food。Okay。OK， 左左右右左右右右左左右，西安腔，右左右 ，Andrew， 啊、，You can say 加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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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东北出发怎么说，妹妹？腰啊！使劲腰啊！东北话。去的地方撩挺快呀，必须的，我们把那个外语都教会了，快撩啊，快撩，跟我们喊嗷喊快撩啊，回头他的普通话都是带口音的，嗷撩，小心呐，哇哇，脚啊脚啊，这脚给我疼迷糊了都，说明身体要调理了。你不疼，你不因为穿拖鞋吗？我不疼，你把鞋脱了，你疼不疼？你需要调理了，兄弟。这有吃的不？有有，要不在这吃？行，好，走，吃饭。Let's go。可以，那就在这里解决午餐，我们再回去。对，青岛啊，青岛、啊，给我点个咖啡就行，我不吃别的。你不吃啊？嗯，我就喝个咖啡，一杯美式。好。这要平时休息在这儿悠哉悠哉的，挺舒服的。嗯，对。喝点小东西。不太适合赶路。怎么越看你越 beautiful 呢，妹妹？看顺眼了，看顺眼了。以前不顺眼，看顺眼，硬生生看顺眼了。天天说妹妹，硬生生看顺眼了，越来越 beautiful 呢，越来越 beautiful 了。这是你手机吗，大姐？谁手机在那儿啊？哎呀妈，还真是我的，快给我拿回来！先还我，我自己拿吧。我给你拿了，全部，快给我拿回来，快点！你的，给他捡八回。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以后我的命就是你的，给你了，受得起。你们所有人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天天跟我捡手机，这样度假我觉得老幸福了。啊，吃个三明治，哇塞，再喝个咖啡，晒晒太阳。
点开呀、啊！保护你的嗓子。你们后来滑挺快呀，你们咋滑那么快？后来一鼓作气没停下来，不想停了是吧？已经一停就不想再动了。我们俩要不是因为有安德鲁在，根本回白。安德鲁拿着瓶把俩牵回来的。安德鲁说：“右左右左。”回头他说：“我学了三句中文，快点撩，快点撩，我真带劲呢，整挺好啊。”我媳妇那安德鲁，快撩啊！大哥一共学了四句中文，两句方言，把我们东北的文化发扬光大。节目组说给我发了个消，龙龙病情严重，反复发烧，啊，许多器官已经衰竭，已经昨天离开了我们。你们预存的医药费没有用完，我们将退还给你们。啊啊！器官衰竭了，哇塞！为什么衰竭？不是说没问题吗？对啊，他不是说他什么都很好吗？为什么说衰竭了呢？情况挺，就不想说，确实很，就特别窘迫。然后他身上的样子，包括他骨瘦如柴，他身上烂了。哎，他有个烟头，谁看？是烟头吗？是，身上有个烟头。啊？嗯。他屁股那儿有个烟头，你看见没？赶紧救救他吧。他走路是那种步履蹒跚的，腿感觉都迈不动。要不我问一下酒店哪里有动物的医院？问一下，好，我去问一下。他能治吧？这样子，他要住院。你看那个虫子在他身上吃他的肉呢，是不是？他一定是有细菌啊。我就觉得，任何人看了心里面都会疼一下吧。然后他站着，因为我养猫嘛，我就跟他喵，他就回给我喵。其实他跟你回喵是不是他要跟你交流？然后那一刻我就感觉，他挺想让我帮。而且我觉得他好无助，他是又害怕，他又想……哎呦，太可怜了，受不了了，心难受。那一刻我就觉得，我说我必须得帮他，我可以给他送医院，因为我之前我有这样救过动物。我跟弟说一下，弟，我们在楼下看了个流浪猫，很可怜，他那个身上的肉都烂了，我们能找个宠物医院给他送过去吗？喵，来帮帮你，宝贝。但是我找他，我想要找到两个袋子去装小猫。那一楼要个塑料袋吧？怎么个事儿？那只小猫，让烟头给屁股烫坏了，烂了都。啊、跑去哪儿了，兰姐？在这里头了。屁股上有一个烟头。对，就是烫在肉里的。啊？咱不知道谁哪个缺心眼的。宝贝，您去看病吧，好吗？我给他买个什么吃的逗他呢，我去找找哦。他们要把猫猫送去宠物医院，我去叫一辆出租车。那你陪着去啊。我去呗。那我们是分头行动还是怎么样？分头行动吧，没必要那么多人去宠物医院。我没买到香肠，买的三文鱼。吃了让它稳定稳定，慢慢的，先让它吃两口。来来来来来，好了啊，抓住了，抓住了 ，OK， 走，宝贝。喂，快，没事，抱，这挠的啊，我怕它挠着你。快，好，走，你们都吃饭了吗？你们先去吃吧，先叫个车。五分钟。
好，找一个阴凉的地方等吧。好，走。你带着他们把这个猫送去宠物医院那边，但是你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是。弟，这是你送我的围巾，不好意思啊。你本来寻思今天围上。它现在变得更有意义了。对，救了一条生命啊！它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礼物。这里。哎呀，你俩去吧，咱仨别挤了。来，你把这个钱都拿着。嗯，我那儿有，到那儿发个信息回来啊。现在应该很舒服，很安全。对对对，他不再挣扎了。哎呦，小可怜。小可怜。还看镜头，真棒。他会看镜头。哇，他其实从后面看特别好看，你看他的大耳朵。我想把他带回去，但是很麻烦。我这大耳朵真好看。我说大，中国有一俗语叫儿大有福。对。好呢，你看他现在。他活了，听，他不是舒服。其实当时我心里特别欣慰，可能你怀疑过我，就觉得对我已经有信任了，甚至依赖嘛，就有那种妈妈的感觉。因为我们家猫就是这样的。给它起个中国名字。中国名字？冲冲。我要取一个霸气的名字，省得再有人欺负它。就叫龙龙。龙龙。阿龙。龙龙。阿龙。阿龙。It's a girl, it's a boy. It's a girl. It's a girl. Thank you. 就放在桌上就好。宝贝，看看它。我们全都烂了。哎呦！它那个烟头是烫的。So this is a cigarette. Yeah. 哎。坚持。Fighting. Oh. You.我最看不了的是医生摁着他给他清创的时候，哇，我就特别就是感觉那个伤口好像在我身上一样，我心里特别不舒服。The kitten's weight is normal, the temperature is normal as well, so it's a good sign. O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没啥别的问题哈。对，其实还不错，就是收了伤。虽然当时医生说他尾巴断了，然后医生还说能治好，我当时特别开心。咱们可以留个他们的就是联系人的方式，后续他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发一些？他是过来的，发过来。好吗 ？Now 1,416. Thank you. 还有点钱。Do you wanna put you downstairs the shop? 啊，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买点东西给那只小猫。哦，可以呀 ，OK。那走吧，我们去买吧。OK。就买一罐吗？不能，一样买一点，不让他尝尝吧。给他买一个这个吗？这个酷。还要给他买个，哎，我家猫很喜欢这个呀。啊，这个他肯定会喜欢。就这个小老鼠。68，对，68，够吗？够，还剩15块钱。哎，1500变成15。走吧，我们。你要去道个别吗？龙龙，等你好了再见哦。当爷应该不会不记得我们。加油哦，宝宝。然后医生就是说，等他养好了之后，他们会找到适合的领养的人。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No, that's alright. Bye, bye, bye. Thank you. 然后当时我就很安心的走。顺利完成，发给我图片，发给我图片。龙龙病情严重，反复发烧，许多器官已经衰竭，已经昨天离开了我们。你们预存的医药费没有用完，我们将退还给你们。我给你们读一下他的病历的结论：小猫感染了猫传染性腹膜炎，猫传腹，猫传腹。那个好像蛮……我当时就说，我怕它有别的病，它是猫传腹死的。他就反复发烧，然后体重减轻，会器官衰竭，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没的。哎，太可怜了，太小了，一个月多点儿。
受的伤可能还是有点严重，对，痛心的。其实当时就挺难过的，本以为这个事儿就已经能够帮到他，但是会发现没有帮到他，就是太小了，他尾巴都断了。他其实挺缺少这种温暖跟关爱吧，因为他还是一只很小的小猫，就是他活得太辛苦。再回来的，他再回来就变成一个完全宠爱的小猫咪。对，这夜要出色。在很多人眼中，我是一个享受岁月静好的爱人，但人是多面的。电影朵拉藏不住啦，牙龈不适，状态不佳，云南白药牙膏帮助减轻牙龈问题，呵护口腔健康。云南白药牙膏守护我的双面生活。大家都先收拾吧。对，洗漱，换一下衣服。我这不行啊。可以，你那个已经很好了。我就只会这个，因为我们有两边那个。对呀、啊、这太难了吧，这得这铁链的吧，大概半年吧。哦，哎呀不行，我整不了。哇，我漂亮。哎，我能摸摸你的大辫子吗？假的。哇，假的。
但是好亮啊，对，好好看啊。你表演啥呀？不要表演啥，我就先过去在那站着。那你一起去干啥，我就即兴跳吧。哦，对你也不用，随手拈来。自从不当舞蹈演员之后，这都十多年了没再穿过。啊，是吗？嗯、好看的，好看的。新疆服饰。快点儿，3:40了，迟到了，这个不能迟到。哇哦。说啥呀？你穿西装啊，弟弟。他嘲笑我们。六，美的，六。你的大花耳挺行啊。你这代表中国文化啦？你这是中山装、啊？我中山，别说这个，你们的衣服都非常符合你们的气质。你啥意思？你是褒义还是贬义？哦，今天这旗袍也太黑了，性感啊！努力对白还是黑，你看，快板那么一打呀！哎，王安宇，东北人、新疆人、天津人，你是中国人，中国人 ，Chinese。哦，这个是什么的衣服？汉服哦，你看昭昭给你端个茶杯，给大姐正好，大少奶奶，走吧，走吧。咱一上车，那 Uber 司机都想这是咋了？是哪个民族艺术团？Hey, Captain Brano, where are you now?Okay. Thank you so much. 那船会一会儿过来的吗？对，五分钟以后。哇，这个船呢？哎，我要当海盗！哇，节日快乐！真假？曼宇，你现在能量这么大了吗？在克罗地亚打一通电话，能叫个这样的船啊？人脉，中国人的人脉。中国人。哇哦，好大的一只船啊，很像加勒比海盗。哦，不会，我们等了半天，他来的是这个吧？他说我们等了半天，不过我们要上这个船。那我可急眼了。悠悠，你看我们教练拿着四个船来了，小范儿爬过去，自己爬过去。没白练，今天上午也是。刷。我们教练说：“快点撩啊！”哦。快给姐查一查这衣服得怎么说。没事，你不用有压力。那倒不用了，弟给我翻译得了。我都想好我这衣服怎么翻译了。In my hometown, 天津 ，When we play in this, we dress like this. 哦，那好 ，China, 黑龙江 province. Yes. My hometown. It's my hometown. 啊、yeah. 然后这个怎么说呢？红色是吉祥喜庆的颜色。给我翻译啊。The red color in our country is like, it means happiness, 喜庆 It's happiness, 喜庆 Happiness 就够了 Lucky Happiness, lucky, 啊、oh, Happy and lucky, 对吧 Yep 行了，背吧哦、oh, 他们也是化妆晚会哦、oh. 这么多人啊哇那不是鲁姆吗哇哇Here we go, 走，登船。当马可波罗登上了前往东方探索的货船，在他的家乡，新型帆船卡拉卡正在帮助哥伦布们拓宽海洋的边界。以巨大的弧形船尾和船首的斜围作为标志，凭借横帆与三角帆的结合，庞大的卡拉卡帆船既能稳定穿越大西洋的强风，又能适应地中海的气候多变。在完成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的壮举之后，卡拉卡帆船的发展促成了群星闪耀的大航海时代。而作为16世纪杜布罗夫尼克造船业最杰出的作品，如今的卡拉卡游船几乎完美复制了原貌。只需要每个人49.99欧元，就能用最佳视角欣赏老城，
在落日中品尝达尔马提亚风味的自助晚餐，还有不定期举行的卡拉卡之星文化交流活动，等待着各国游客来一次中世纪的浪漫之约。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来了就喝。Okay,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Are you ready for the party? Yes!、Yeah. Are you really ready for the party? I'm really ready! So let's start.、now we are on about to start our sails. Hey, my name is、Niko Pracac. I'm a famous captain、from Dubrovnik Republic, and I will be your host for this beautiful, beautiful evening.So today we are going to have a nice experience on the beautiful ship. Okay. I can see some very familiar faces, some familiar costumes. So I can recognize the Mother of Dragons right over there. Oh, we have a beautiful lady, please. Mother of Dragons, come here. So everybody help me. Oh my God. We have two dragons. Where is the third one?He's sleeping. They're still babies. So your costume comes from the Mother of Dragons costume, right? It is the Game of Thrones, right? Yes, of course. Are you a great fan of the show? Yes, I am. So what do you say about the Game of Thrones filming in Dubrovnik? Of course, it's a good thing. Of course, I also agree, because I can tell you the Game of Thrones is the filming side. Mother of Dragons is famous because during the show she kind of changes to the dark side, right, at the end of the show. But then again, in this early stage, she's really good, very beautiful, just like you. Thank you so much. So now we need another volunteer. Please, madam, what is your name? Xin Zhilei. Xin Zhilei. Very nice. What's your dress? The dress...from my hometown. Red color means happiness and lucky in my hometown. Oh, very、yeah. nice, very nice. Yes. We have a beautiful lady dressed in the very beautiful costume. 咋不让我说呢？为啥要把我略过呢？兰姐在这咋不让我说呢？看出来我要说中文了，把我拦住了，我就要说。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秦海璐。Very nice to meet you.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costume? It is very unusual. It is very rare to see that kind of costume here in Croatia. 这件衣服是我曾经演出的一个角色叫红高粱里面淑贤的服装，对。Okay, very nice. Everybody, you understand that? Okay, very nice. I need translation. Please. It's a character. Character, okay. And so she played a role. Uh-huh. Wear the clothes on the with her. Okay. Do you have any talent or special power? 完了，唱一首吧，姐。唱一首，唱一首。我弟这样在东北。Traditional, please. I'd like to hear. 真的，唱什么呀？你唱个京剧。唱个京剧啊。OK. Please, a round of applause for our. 没事。Thank you so much for welcome. Enjoy.
So now we will, if you like, we will start with a special dance. Special dance. It is called the Linjo. Linjo dance, which we will enjoy in a moment. You're welcome to step outside to the upper deck as the Linjo dance they will perform right here. Okay. 可不敢整，咋那样的小小孩子家非得要当一个老头儿 old man， 可不敢整，可不敢整。上去耍去，我要会翻跟头，我看看能翻两个。谁都阻止不了我。这是他们克罗地亚民族舞吧？是不是？哎呀，我这跟头巾子有点像哎。你这可以，没你洋气。阿玛乌卡罗。开始了。我也想起跳，我也会。妈妈，这个多简单，我也会。这太简单，这我也会。我也会。跟那谁。连连去涮手绢去，他也不问我，也不让我上去，真过分！我很想上去转个手绢。那咱一会儿一会儿的给他表演，咱们也来一集体的东北秧歌，那四个手绢咔咔给他转，咔咔给他转。哎呦呦，咱们还自己跳不上，还在打着。你就不要害羞，咱就给他展示。就是。哦，他就是男的和女的，女的转圈圈。Anybody in group want to perform some special act for us today? Let me go like this. Maybe you, madam? Yes. Maybe you would like to come with me, please? Yes, he wants. Like she wants. With me, please. 干什么？ We have a beautiful lady from the far country of China. What is your name, madam? My name is Zhao Zhaoyi. Zhao Zhaoyi, very nice name. It's a beautiful lady from the far country of China. 叫爸爸来嘛，特别的舞蹈，爸爸走。快来，快来，快上来，上来，这是干啥呀？So,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Do you have some dance? I just can turn around. Please. Finish. So this is our Juju Ma.What is your name? 赵昭仪。赵昭仪。不着急，昭仪。昭仪。Right, you're right. Please, one more applause for our beautiful 昭仪。我再也不给你做下面了。Now, do you have any volunteer that would like to perform for us a beautiful skill or maybe some talent? Any volunteer? 就当玩，就当开 party。来，你手绢呢？你要吗？手绢，姐，来了，姐，卷儿来了。Yes, here. She won. We can dance. Let's go.What kind of music you like? Everybody, it's okay. Woo!
哎呀妈呀，我来一个。不错不错，很满意，好极了。Please, sir. Hi. Please be my guest. Join me here. Please be my guest. And 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An Yu. An Yu. Yes. An Yu. An Yu. So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costume? It's called Zhongshan suit. When Chinese people come to like some important, they will dress like this, Zhongshan Zhuang.And do you guys know Jackie Chan? Yes, he dressed like this and to like join some like very important occasions. Aha, yes. Very nice, yes. Very nice. Can you do some kung fu for us? Kung fu! Actually, I want to introduce a friend of mine, Wu Xianxu.Let's go, 小胡！哇，胡先生，胡先生，胡先生，胡胡胡胡先生，胡先生，胡先生。He's one of our group. Let him to introduce his dress first. Hi guys, I'm Charles. Nice to meet you guys. I'm from China and I'm American. Good afternoon.你个爸爸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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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ed 快板 Okay, let's do it. Let's go. Wow! 是会呀、啊，他会小样，才艺挺多。Anything to say? Thank you guys! Have a nice day! Do you have any volunteers? He's going to recite. Want to speak? Yes. What is it? Recite. Please, like here. Please, we have some no, nice... No, no, no. Come on, let's do this. Actually, come on! I prepared a recitation.Therefore, the responsibility best words by the time falls on nobody but us youth.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If we are dependent, China will be dependent. If we are free, China will be free. If we are progressive, China will be progressive.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Nice! And... 怎么又上去了 I have another important friend of mine to introduce to you guys. She's name is... Dili Reba! 加油你是最棒的 Hello again. Hello. Good. 谁都别想走一个也别想逃一个都别想逃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Dili Reba. I'm actress in China.
Ah, very nice.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beautiful costume that you're wearing? Yeah, this is an atlas dress in Xinjiang from Uyghur in China. Yeah, this is a beautiful dress. Very beautiful. It's traditional, yes? Yes, yes. Do you have any song or maybe dance? Yeah, okay. For dance.本节目由德芙巧克力冠名播出，带上丝滑的德芙，传递愉悦的力量。本节目由十七光年赞助播出，十七光年利口酒，置业要出色。本节目由云南白药牙膏赞助播出，白药守护好口腔，华少游学吃四方。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中国移动 5G 引领快乐出发。本节目由三星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折叠第五代，旅行实力派。本节目由无感般保护自在自由行的护舒宝液体卫生巾赞助播出。本节目由 Olay 身体乳赞助播出，十四天美白焕亮，玩乐更多花样。上芒果 TV 搜花少同款，逛独家好物。时候就是很放松嘛，也是第一次在船上去参加这种排队，然后大家唱歌聊天，然后在船上一起跳舞，还有就是出去跟大家去交流，让大家去了解中国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一些舞蹈也好，歌曲也好，那我觉得能带出来一点是一点，能让大家了解中国一点是一点，所以就是将自己的这份心意传达给了不了解这些文化的外国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里，可以用我们中国最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来去展现中国文化，大家都在交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短短的一个下午，但是你会觉得说它是从陌生到熟悉一起获得幸福感的很简短的一个过程。 This finger, this finger. 每个国家习俗人们的文化都不一样，融合在一起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历史给我们留下了特别美好的现在能够并存的这种交流的艺术。他说你是公主 Princess。 OK,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I give my best friend to you. Thank you. Yes, thank you. Come on, let's dance. 跟外国人就是在一起，就大家也没有什么国界，大家就是享受开心，在一起跳舞玩，那种心与心的贴近是特别美。哎呦，你看看老王哥，想成为海贼王的男人，老帅了，给我来一张，去吧。当时那个床就是晃晃悠悠，晃悠悠，我们又是在那种落日夕阳到天黑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来，然后大家就各种文化交流这种场景，就是很梦幻、很奇幻。我觉得这种环境下的交流也挺好的，大家很放松。Woo!
哎，能听出来谁是谁吗？那是我，只有我。你那嗓子叫的，哇，张爷！哎，我一会儿想出去一趟，这个人可以去买明信片啊！没买明信。那我陪你去吧。哦，我就跟你说一声，没事儿。我不行，你自己去不行。爸爸，爸爸，待会儿在哪儿提个车？大姐想买明信片。哦，明信片，在哪里买？大姐，我走着去就好了。不行，你一个人。Excuse me. Where can we buy the postcard? If you want to find some postcards, it would have to be in the old town.得去古城去找。那还是先回家吧，我不能穿上这样去买明信片，很奇怪。行行行。Really here? Finally. 啊，累死我了！坐会儿，坐会儿。脚都已经着火了。姐，一会儿你去买明信片吗？我可以跟你一块儿去。然后我也想去找小超市。向荣转移的好。这亮哥为啥一直不回电话呀？咱明天要走了。怎么样，亮哥？因为明天我们要走了，然后明天我们需要两辆车，所以今天晚上要把这事要定下来。应该怎么找？看看哪儿有车。其实这样子。那车的事情现在是怎么样？现在他不回电话。那备选方案有吗？我觉得有可能也有价格的问题，因为他不是说他想回去想一下，觉得另外一辆车要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价格可能是给我们太低了。对，如果明天他只来一辆车怎么办？要不然就叫辆七人坐的 Uber， 然后另外那辆车我们有一个人出去就在行李跟着那辆 Uber 走。我们会在那个大桥待多长时间呀？2:30到9:00。嗯，必修课它时间段很长。我们是把那个车就放走了，是吧 ？Uber 肯定就走了。Uber 就走了。就是我觉得你们那个办法不是不行，但是可能你需要确认我们中间会不会转场，比如说我们看完之后是不是还要去别的地方？你们判断一下。我也在想说大桥待一下。对，你们判断一下，从2:30到9:00。我觉得不行，就给他加点钱吗？你说亮哥吗？对、啊、加钱啊。对，这样也就合算划算了，还有。当然当然，就等他半小时，就等他消息，他不行我就给他加钱，就这么回事。对，你跟他就直接说可以商量价钱嘛。急死我了，我这嘴上包。那我们几点出发，姐？你先收拾东西吧。姐要买明信片。哎，那天就应该让姐买，算了吧，没事。到那边还可以买，我们不是还有下一个城市吗？我们明天10:50之前要把所有行李搬出这个房、这个家。对对，整理东西，大家今天晚上和明天。因为11:00那个房东就带新的客人住进来了。那我去了。那咱们就现在各自开始整理一下，咱就留点时间，明天多睡会儿。姐，你还去吗？去买明信片？我没有办法现在说去，我觉得至少我要知道你们的安排是怎么样，我才会安排下边的事情。不然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焦虑，跟着我们一起焦虑了。没有没有，就是我要帮你们去考量这些东西，然后你们落定了之后，那就自由活动就好了。放心一点。对对对。那你在提这个事情的时候，刚好在跟车的事情在交涉。如果把时间规划的再好一些，可能就会减少这样的遗憾。我们回来了，辛苦了，回来了，拿到了吗？是，拿到了，非常的顺利。
我上去洗澡了。好嘞。嗯呢。我想做一个这个，妹妹跟我做呀。没想到。咱俩一起搞。咱俩找个浪漫的地儿做。走。初一头一，有种要过年的感觉呢。你搁我旁边一坐，我姐还穿这样，整得像在炕头上做手工活似的。那好像外边下着雪是吧？嗯。哎姐，明天包啥馅饺子呀？哎呀，明天那个把咱家里窖里那萝卜取出来，嗯呢，整一整，切吧切吧，放点羊肉，整羊肉馅的，羊肉萝卜。哎呀，我最爱吃羊肉了，我吃完了去那个雪地里哈那个气儿。山味儿，老山了。你说我现在的这些想法，你会觉得幼稚吗？我觉得这个幼不幼稚跟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看我这样，我是不是挺幼稚？但我跟你讲，我成熟的要死，我只是选择这样，是吧？你跟小胡大，你俩谁大？我大呀。那你发没发现他其实挺成熟的？哦，我真没想到，是吧？哎。我昨天背完了，给你们整了个大团，变了个魔术，给你表演一下啊！有没有硬币？干啥？今天是你的五块钱。不可能！看家大活，这孩子，这还教你，姐夫以后在这个社会上，我怎么混呢？靠这一个混，有本事，就靠这一个混，就靠这一个了。魔术，哎呦，完了，他有气场，我一看到我害怕，紧张。别钱，你今天我得跪一天了，哪有这样的？老铁，你这欺负人吗？这不，干啥？逻辑是，我手里有个动作，他能直接唰一下就穿上来。我先出去一趟。Let's go, let's go。洋洋，卖明信片啊？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看的那个明信片。明信片，明信片咋说的来着 ？Postcard。来得及吗？不明生物的袭击！哎呀，哇，这里吗？哎，等一下，我先问一下，你再拍啊。啊 ，Sorry, can we shooting? Can we shooting? Is it? Yeah, the camera. Is that okay? Okay, thank you. Oh, it's here. Oh, yeah. Great. Great. Wow, this is so pretty. 我也不知道他喜欢哪一种，那我就。买一些吧，再买一个冰箱贴。Yes。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遗憾，那是当初带我妈妈出去玩的时候，哎呀，我的钱拿来买纪念品，但是我妈妈想吃汉堡，说到这种会哭的，就是她想吃汉堡，然后那会儿我也没有信用卡。然后就钱不够，然后我妈说：“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然后这是我，特别遗憾的一件事。嗯，缓一下啊，不能提到家里人。所以说大家出门啊，多带点钱，多留点备用金。对，听那个陆姐说到她明信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千万别留下遗憾，不努力没关门就赶紧买到。Thank you。Oh yeah， 买到了。啊，回去了。啊！那你每次给钱，你会不会吗？哦。
看，但是应该也关门了，然后我在网上看吧。哇，那还有船。哎呦，之前也坐过那种夜船，也蛮好看的。我找到一个老外朋友，他是那个勒布人。哦，可以。你给他打个电话，我跟他说。咋说的？他说有个朋友的车可以那个价格把我们带到斯普利特，他的车是一辆皮卡，让他直接去斯普利特放到酒店。对。就不用跟我们去那儿啊，我们不用带行李去啊。对。可以。喂喂，亮哥。哎，你现在方便吗？方便。就是我们还是得先跟你确定一下这个车子的事情，因为我们明天早上10点就得装车出发了。我们要先去一个叫科尔玛纳村的地方，因为我们有一节必修课在那边。如果您的朋友有空的话，可以让他帮忙直接把我们的行李带到斯普利特我们住的地方。我到时候把酒店地址发给他，就在海边，然后就跟他们前台说，帮我们先接收一下行李就 OK。好嘞，到时候联系。好，没问题。咋样了呀？说了，说他朋友有个皮卡。啊，又有了吗？皮卡呢，能帮我们拉。那我们就需要跟他们的酒店讲，能不能帮我先收下行李。那明天我们就10点开始装车。然后现在房子也确定了。车子也 OK 了，就没有什么事情。我先去洗澡。嗯，好的。好 go。姐，什么？你看看了？明信片吗？啊，你去帮吧。我不知道你昨天看中的是哪一种。我什么时候去的？就刚刚。谢谢。我怕你不喜欢，然后买了个冰箱贴做个纪念。感谢。没事没事，不能有遗憾。哎，啊，我们对我找你呢，不用去买明信片了。不买了。哎，因为那个他爸已经帮我买好了。啥时候啊？刚刚。嘿。没有，这不正好我也没下去，我就下去溜达，就下面走一会儿，就是超市旁边，我都没在。溜达下去了。对呀、啊。你太牛了！我刚才跟陆姐说，我说她要买明信片，她说了两天了。突然感受到你们对我的那个。哎呦，什么奇怪的动作？你打谁？什么奇怪的动作？那一刻，是觉得。大家都会为对方去做点什么，可能不需要。晚上咱俩还一块睡呀、啊？对，我陪你睡。那我拿个呀，有明信片吗？有。那我拿个被，把这个灯给你关了。行，谢谢。你说我们装车不也是挪车子吗？嗯。然后是不是也别人配方？啊，对对对对对。对吧？那是你装完车要挪出的车在一起。可以啊。我就想大家在宿舍。对。那在群里说说。好。还叫你。花儿与少年思路记，每周三12点芒果 TV 上线，每周四22点湖南卫视播出，会员尊享加更版等更多衍生。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欢迎你们来到佩雷沙斯大桥。哇哇，这好漂亮。它是克罗地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国家战略工程，也是我们国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一带一路项目。I think he's the best in Croatia. Dear friends from China,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It's beautiful. Good job.
做首诗来。啊，大脚，你真大，你真长。哇哦 ，beautiful。这个地方有点好看。好多的人呢。这拍戏呢？哎，可以可以可以，我们来此不是为我就是想脱离姐姐们，是吧？你把你心里话说出来了。嗨。嗨，大姨。爸爸，咋了 ？Let's go, let's go. You pretty than me. 这是节目组的安排吗？不知道啊。不是，完全不是，这不会失控吧？热巴呢？去找一找嘛。完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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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背包已装满晴朗，出发去山顶晒月光。春天的列车就快要过站，你能不能快一点点赶上？白色的鸽子，柔软的海浪，甜蜜的说世界早安。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花儿与少年，参与花少惊喜互动，解锁更多节目惊喜。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参与节目话题讨论，和花少团一起研学丝路之旅。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特别合作航机媒体云端杂志，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城市地标裸眼3D大屏合作伙伴长沙之星国金裸眼 3D 大屏，成都兰博基尼中心地标大屏，杭州数字双目裸眼 3D 大屏，潮流引力场大悦城特别合作，百度网盘 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湖南天虹检票集团。